很多人都有整體食的興趣。店頭呢就以戚風蛋糕為主，因為我自己喜歡吃的質地都是比較輕一點，之後呢又會加多一些可能屋企人喜歡吃的東西，而我都喜歡的，那就比如 cheesecake 那些。我一開始開的時候其實真的很不理想，那個銷情又好，那個口碑啊，那我就當它一年去做啦。咁好不容易捱過咗一年之後，又再疫情啦。咁疫情之後又過咗一年啦。咁然後我而家加埋鋪租嘅關係啦，我就會再當多佢。如果我可以温多一年嘅話，我會做啲乜嘢？即係會反而諗呢啲。但我就未諗到話啊，究竟我要做啲咩？我要搞十年嗰啲，我又冇諗佢。就反而就覺得如果個時機俾我再繼續嘅話，可能會繼續啦。咁但係，如果個時機跟我講話其實都差不多，你可以想其他嘢啦，咁可能我就會停低做其他嘢。